盘点那些火遍网络的万恶之源。哥，你给我买这个，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生气吧？真好吃，哥你尝一口。哥，你女朋友要是知道我俩吃同一个棒棒糖，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？哥，你骑着小电动车带着我，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揍我吧？好可怕，你女朋友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。吃个桃桃，好凉凉。又要搬啥海呀？还在搬。在搬去哪呀？在搬去哪没有在搬，靠边的搬。啊，老列列在搬。在搬没有有哪？列在搬。在搬。有哪？在搬有哪没有？我在搬龙搬。在搬有哪没有？在搬被他们来了，被气爆。没有，在搬的龙搬。在搬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啊，口水都流了。我再闻一下，妈呀，天啊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，太舒服了。好嗨哦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刚才那个来了老弟哥好嗨哦，站出来！不是爱说吗？来面壁，手搭对方肩膀上，说。来了，老弟。好嗨哦！大点声！来了，老弟，好嗨哦！你这个操作，你要帮我震碎！我是云南的，云南怒江的。怒江卤水市，卤水市六库，六库傈僳族，傈僳族是这样叫，乌鸦叫做阿奶，青蛙叫做欧巴，老姑叫做粗帕，老婆叫做粗妈，香菜叫做野穴，胡鼠叫做阿木，老虎叫做喇嘛，黄瓜叫做阿布，南瓜叫做阿普，鸡大叫做阿亚夫。我八岁那年，我碰到一个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说我24岁会黄袍加身，餐餐都有大鱼大肉为伴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算得真他妈准。如果你有我这样的女朋友啊，你晚上几点回家？撩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你是动嘴还是动钱？动嘴，我听的情话比你多；动钱，你舍得多少钱砸我身上？省省心，早点睡吧，啊！冰冰冰，冰冰冰，好了，我美丽 ，F 七二百，呼啦叭叭叭叭 ，F 七二百，好了。One minute, it's a radio. 表哥，我出来了哦。天天跟我说宝贝你真好，爱你保守有地宝。我信你个鬼，古灵精怪你不爱，别人你这哥哥你就爱。
你是干了神通颠倒，鬼迷心窍，还不让不忘说一句真好。老公，你看这有个波波山。小敏去，波波山上摘波波给老公吃波波。波波山上摘波波给老公吃波波，给老公吃波波，给老公吃波波。吃完波波回家，小敏给老公波波。我饮酒，点孤灯。饮烈酒点孤灯，几人醉我的几人疯，我敢倒冷冰冰，几人疼我的几人撑，你走后我心灰飞，几时这个呢就是开这台 F-Type 正确的调头方式。你好坏哟、哦、我好喜欢。哦，这么大的太阳你不夜吗？夜啊。夜不夜？夜。夜不夜？耶！这发小牛逼了呀！看看，刚偷的黄龙。来，一看，抽一抽。满满的正能量。早晨起来，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嘴角向下，会迷失方向；嘴角向上，蒸蒸日上，满满的正能量。世上没有路，都是人开创。脚底板磨破了，道路就顺畅。满满的正能量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也不要怕。微笑着面对它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，坚持才是胜利，加油，奥利给！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你不帮我，我还帮你，我帮了你，你还骂我，那我就扎你！不要在网络上逼逼赖赖，不服现实碰一碰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记忆的双击，么么哒。